因为今天幼幼班有三位小朋友挂病哈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些小朋友嘛，比较害羞，我们就不勉强他。那今天幼幼班我们要表演两首诗歌，第一首是耶稣在我里面，然后第二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。那我们现在要先带小朋友背一个经节，圣经。119篇11节，我教你的话珍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那个杰明，希望可以每次都来。
小的三年级，每个主日上生命教育课让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我上美国学校，所以生命教育课可以让我学习中文，也可以学诗歌和背经。来教会会让我觉得很平安。我希望更多人可以来生命教育课。还有九位，八位，还有要帮忙的。
一对。要小心，你要跳出来哦。要保持进度啊！哎，不错哎。哦，错了。三十位。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喽。33、35，好，我们就开始游戏喽。36，好。这等一下，在各位的手机上会出现。吴明鳄鱼的故事中，主耶稣把饼分给在会众之前做了哪一件事情？如果是红色答案就按红色，如果是黄色是答案就按黄色，如果是蓝色是答案就按蓝色，绿色是答案就按绿色。后面你们会出现一个格子，对，因为还没开始。你们若是不知道的话，你们可以，我们的小朋友在旁边，他会告诉你们答案。提供饼的小孩说谢谢，看着天空祝福，叫群众排好队，全部都有做。答案是摩押人。
题哦，最后一题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。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。你的名就是我的名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是哪一位说的？路德，路德的大嫂俄尔巴，路德的婆婆拿厄米，还是路德的丈夫基典？这是哪一个人说的？答案是路德。路德对他的婆婆说。
能够进入到圣经这么深的认识里面。那我们当然更希望说，借着这样的课程设计，不仅外面有认识，更能够成为他们主办的激励。那弟兄姊妹平安，这是我这学期跟上学期有开始，就是有加入那个生命教育的这个服事。那我觉得很荣耀，就是我觉得是在预备课程的过程中就可以被，反而是被构成。那因为我的工作，所以每天都会遇到很多小孩。那我觉得刚好这些主题都可以就是带到我自己的课程里面。对，然后以前可能对学生的掌控就比较严格，就是可是来到就是会所这边带这些小孩，就觉得说我并不是一个教练或一个老师，就是一个大姐、大哥这样子。对，我就觉得有被光照到。阿门。对，感谢主。阿门。阿门。好，那就刚刚这些题目啊，都是我们的小朋友自己想的，然后答案也是他们想的，就是跟大家说的。谢谢大家。好，我们谢谢，我们都谢谢。